吓死人了。Hello， 嗨，你好。Hello， 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嗨，好久不见，欢迎来到泡芙 KK 的频道。前阵子刚好比较忙，所以没有更新。今天呢，刚好有一件事情触动了我的小小心灵，所以我决定来跟你们分享。之后我要把它拍起来当做记录，因为我正在准备毕业，所以呢会有一些程序要跑。再来就是我的学生证，学生证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学生才会有的东西。那其实蛮多地方会有学生优惠的。我今天骑车去上班的路上呢，看到了一间驾训。其实我对于驾训班既期待又怕受伤害，我一直很想要去完成，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冲动，就是让我说哎，赶快去赶快去。我就想说哎，我最近在准备毕业，然后我学生证又快要没有优惠了，那我又想要完成那件事。我刚好经过了一间我觉得看起来还不错的驾训班，我觉得好像老天爷默默的在督促我去完成这件事。那我决定呢，明天我要去驾训班问问看看怎么样，再来跟你们做分享。嗨，我回来了，我刚下班回来，所以我等一下要去卸妆洗澡。在这之前呢，我决定来录一小段，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今天早上去问了驾训班的结果。我跟你说我报名了，他果然有学生优惠。我跟你说他的学生证他可以折1500元，虽然说也是要几万块，可是1500还是蛮多的。1500可以活很久然后你可以买一双鞋，你可以吃一个大餐，你可以吃很多小吃，你可以吃很多面，所以我觉得反正都想报了，那就现在报一报吧，好好把握优惠。客家雷达，客家精神出来。而且我觉得它整个环境呢真的是蛮大蛮干净的，感觉什么设备的，因为有一些驾训班它是没有什么重机考场、大货车、大客车那种，它是全部都有。柜台的小姐啊，他们的态度也都很好，于是我就脑波一弱就报了。好吧，那希望我会顺利考过，就让我们期待看下去吧。这就是报名处，因为我报名的时候刚好遇到了疫情，所以呢就有延后上课一个多月。那现在比较趋缓，就可以上课。进来的话还是都要手持名字。这边的话是一开始练习的地方，会教你汽车的一些基本知识啊，前进后退的部分。这个是考试的示意图，会有4个区域。我就会看到很多车子，就会看到很多学员在练习。在哪？就在哪来？换车内啊。100在第二条。对，好，重新加油。掉下来了，没事，不是我 A 到。好，你拿着。拿着不听不动而已啊。等一下，现在要加油。好，轻轻的，拿着我这样子。我就借我过去。好，你转了。我来转。右上角有点转。转，对，这来，这条直线。它是不是中间会弯？这100最中间，一样最中间。对，像这样，好，我再调一下。红灯灯要记得要打，打红灯灯，前面的白线不见，前面白看不到白线。像这样，那就挺好的。这样好，这样就完成了。现在呢要做安全岛的练习，它有两区，一区是有对向的道路的，所以它会比较宽，然后一区是只有一项，然后旁边是安全岛的，就会比较紧。两区都要练，因为你不知道你会跑到哪一区。
很紧张吗，先生？先生，你很紧张吗？怎么抖成这样？不要紧张，没事的 ，OK？ It's OK。老师越来越紧，好想赶快考。我觉得总要一直等，就是总是要考试，然后那个考试前都会觉得好久。好紧张，安全岛真的感觉超近。我现在练完了，我发现有一辆车超漂亮的，跟我安全帽一样，真的很帅。教练，你觉得我会过吗？对呀、啊，怎么不会过？你很会教哦。嗯，对。教练最近都很帅，他都戴墨镜。这是倒数考试的第二天，下课车20号出台。这方向灯的声音也太急促了吧，感觉很让人紧张哎。我虽然开的都没那么急促哎，还在哈东。现在大家都考完笔试了，在等常考。现在大家都在准备考试。嗨，今天特别不一样，在这里开场，因为呢已经考完试了嘛，所以我要来领驾照啦。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，坐在这里候考区，等待我的教练，等待我的驾照光荣的归来。哼哼，你们这些小孩子们，加油啊，加油！等待驾照的心情真紧张。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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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也有考过了，恭喜恭喜我，恭喜教练，教练很棒，可以找他。江教练，我头脑乱，我要把我打码。